哥哥，我要你的爱，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有点微走音。早安，起床了吗？好，我是林香，然后我的身高是160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然后我星座是处女座，三围是32、1、23、33。那林香觉得自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哪边？就是全身上下，真的全身上下，就是我已经被讲到，我已经非常习惯，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啦，我本来就已经做好给大家茶余饭后的准备了，就是大家想要怎么讨论都没关系 ，OK 的。其实因为我平常都一直在面对这些事，因为我经纪人他真的超变态，他每次就是拍人本身就很变态，我经纪人本身就是超级变态，就每次在拍摄的时候就说哇你好正哦，我好想娶你哦，就是拍摄的当下他也会一直说，所以最常骚扰我的人应该是我经纪人。所以酸民的留言你觉得就是还好，就是那些变态留言都没有我经纪人变态。就是毕竟都已经很久了，那个标签应该已经不粘，该撕下来了吧？毕竟我也是觉得我很认真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以 A 评价。对，最满意的是哪一张照片？最满意的应该就会放在封面这张。其实拍摄这张的时候，当下很有趣。我们正在吃午餐，然后我们就是余光飘到旁边有一个窗光，然后我们就说：“哎，那边好像不错哎。”然后就过去拍，就拍摄的当下就觉得，哇，这应该就是封面照了。那你觉得哪一张照片是难度最高、最难突破的？我觉得应该我翻给大家看好了。像这张，因为这张我是要那个揣摩芭蕾舞的感觉，那我本身没有跳过芭蕾，所以就是你要把这个脚背压得很平，就是其实真的蛮难的。所以林香本身是没有舞蹈底子的，我完全没有舞蹈底子，所以是进了啦啦队才开始学。对，真的是进了啦啦队才开始学跳舞的。那这次写真集的尺度其实蛮大的，对，你觉得以后还有办法突破吗？就应该它就是最大的，但是我们当然会用别的风格来呈现。对，因为总不可能就是全部都不穿吧，因为它已经将近全部不穿了。那这份写真集家人是有看过的吗？有啊，有看过，所以是很支持的。其实我家人都很支持我，就是拍写真，而且我爸他超可爱，他还是就是他会拿到公司跟同事炫耀，然后叫同事说，哎，要不要买我家女儿的写真桌历？那未来有想要哪方面的发展吗？像演艺方面，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做到主持，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经营 YT， 然后我的 YT 是在做那个穿搭教学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这一块有一些不错的起色，倒是没有竞争对手，但是像因为我刚刚说啦，我希望可以做到主持，然后像以轩啊、慕言就是我今天的主持人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主持都很棒，所以我希望未来主持可以像他们一样，朝他们那样子发展。林香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应该是我不太喜欢抱怨事情，就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不会去抱怨，我会想着要怎么先去做改善。对，我会先检讨，然后去做改善，我不太会抱怨或怨天尤人。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优点。那缺点呢？缺点的话就是很没有自信吧，就像我一直没有自信。我一直以来都超没有自信的，遇到事情我会先检讨自己，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先没有做好，才会导致结果不如意。对，我会先检讨自己。所以你进啦啦队的时候有遇到很多挫折跟压力吗？有啊，是一定有的啊，因为毕竟我一开始比较没有办法跟上大家，然后球迷们就是觉得，哎，我表现怎么那么不好，所以我就压力很大。是怎么样进入啦啦队的？跟为什么会想要进去？因为我其实蛮喜欢那种很开心的氛围，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不然我来加入啦啦队好了。然后刚好这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刚好乐天正在甄选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先试试看咯，毕竟没有舞蹈底子，就想说好，那我就先报名看看。然后安排了一个舞蹈，然后就很顺利，然后球团也很愿意给我机会，我就加入了。那林香有遇过什么疯狂的粉丝？其实还好哎，我觉得我都还没有遇到非常疯狂，就是会一直送我礼物，就是工作上直播上面才会有吧，就是真的还好。
没有什么太疯狂的。是林香到底是怎么样保养跟怎么样维持身材的？就是因为我吃运动吗？对，我有一定要运动，而且加入啦啦队之后运动量也变很大。然后我本身吃饭的时候我不会吃到全饱，大概七分饱，然后少吃零食，因为我以前很常吃宵夜。后来发现我进入24岁之后呢，我开始代谢变慢，我很有感。那我晚上都不敢吃宵夜了。那如果是针对胸部方面是怎么样保养？就是你晚上擦乳液的时候稍微帮它按摩一下，然后刺激一下那边的乳腺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也没有特别的做什么类型的保养。1、2、3，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有点微走音。早安，起床了吗？信仰我，赶快开启小铃铛，你留言我回复，赞，拜拜。精彩内容请持续锁定三立新闻网娱乐新世界 YT， 还有别忘了按赞女神搜查线哦。